好，我是 ET Today 记者赖赖。高铁推出一日丰富行，用2000元就可以玩吉吉日月潭一天。那我们现在就跟着高铁出发吧。吉吉到车程的车票，它现在还是厚纸板，就是不是现在的磁卡哦，很有纪念意义。等一下搭完就可以收藏起来。哎，这个车厢跟一般的台铁车厢很不一样哎，你看它这边都有彩绘，好可爱哦。哎，好，列车要出发了，我们现在先找个位置坐好了，换坐个窗边。等一下搭三站我们就可以到车程了，太好啦，我们就准备去车程玩啦。耶，我们现在到了车程站，刚刚体验完吉吉支线，接下来呢下午的时间呢就可以到吉吉车程这里好好逛一逛。我们又从车程移动到日月潭了，然后就是搭这个车很方便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去骑脚踏车了，走。茶厂一定要来试饮他们的红茶，我们来喝喝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的甘甜。嗯，很好喝哎，是这个上品红玉红茶，台茶18号。
的地方，大草地，然后又有这样漂亮的阳光，真的很适合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来走一走，太放松心灵了这个旅程。结束了满满一天。